是向上云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配乐陈百根。各位是我老婆黄端瑜，就是片尾曲的主唱。我是邓永勋，大家好。OK， 好，那待会我们有一些时间哦，可以给大家问问题哦。那坐后面的观众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往前坐，好，我们会比较容易看到你的提问。我想先问一下导演哈，与其说这个电影是在讲曹丽的故事，还不如在讲，应该说他讲了很多人的故事。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刚好看到好几个编剧的名字，所以这一个故事或者说这个题材当初是怎么开始慢慢建构起来？我记得零八年底，然后我那个时候想拍一个电影。然后，对，我想起来，我们公司要拍电影，我一定要谢谢胡佩文小姐。我觉得她很支持我，然后她也没有给我很大的信任，她是我合伙人，上海是的，跟大家挥挥手。就零八年底，我们想拍个电影，然后那个时候编剧就是第一位编剧梁南千小姐，然后跟她在谈一些故事。然后那个时候，他告诉我一个他看到的一个新闻，他说，就是安徽的地方，因为安徽很多人到上海来打工嘛，然后他看到一则新闻，就是四十几个阿姨他们自己拼了一台车，然后回家去。然后他这则新闻呢，就是他一直给我一个影像，就是我一直感觉到，因为在上海，在大陆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年底然后回家的人非常多，几亿人一次这样流动。然后尤其上海非常繁忙，然后我就感觉到在很多车子跟人里面了，然后你就看到一个铁壳的东西啊，一个车子，然后在那个里面就包装了很多很想回家的心，就是不管他带着什么心情，然后那个东西里面包的就是各式各样的，就是一个回家的心情。那这个影像在我心里面停很久，那我觉得刚才看到最后的那个画面，其实是我们一开始出发。那这个我们看到秦海璐小姐，她不但是女主角，她也参与了这个故事，这个部分导演可不可以分享一下？其实这方面要很谢谢秦海璐啊。然后就是我们在一起在开拍之前，我们看到的那个剧本都还是每个人的背景，就是里面有五个人嘛，五个人写的东西，就是我写两个，然后谁写一个，谁写一个这样。那看到都是这个东西，然后秦海璐，我就跟他坐在一块，然后花了三天的时间，然后从头开始把故事说一遍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说的话跟他们用语其实完全不一样，对，那也就是所以为什么他会不说话？因为他是台湾人，他讲了就破功，就这样。OK， 好，所以秦海璐是在最后那个阶段。对，他帮忙很大。就把这个片子变成一个很，就至少在语言上面吧，还有一些习惯上面比较吻合他们实际的一些。而且他也是富养人，对不对？我说秦海璐也是富养人，好像不是，不是，他大了一点。好，那我看到的资料是错的。好，那今天这个有很多在现场啊，所以大家对于刚刚看完这个片子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或是有一些什么想法要马上告诉导演的。好，很快这边来，麻烦我们工作人员把导演的问题请教。他说：“那你看这个设计，然后改写的剧本，那大概花多久？”那第二个问题是说，像拍片在中国大陆，那我就看他好像制片厂是中国大陆很多东西，那个资金是不是都有官方的？还是说像我们国内很多导演都自己去筹钱？那如果在中国大陆这样那边筹片子的话，是不是？我今晚好，他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剧本，对不对？剧本多久？总共做了多久？然后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，他就问资金，他说看到很多后面 creative 是大陆的公司，他问说是不是在大陆拍电影要有很多官方的投资，或是怎么样？对，这官方投资非常多，然后得到非常多的资金嘛，就是每一个厂商都给我很多钱，最好是。是，
不是，是，不是，他还说不是，那不是什么？对啊，我可能不是。但是需要，因为拍片这个事情其实需要很多的那种大家互相合作，那免不了，有时候不见得是钱的问题，对，有时候是一些精神支柱。就这样，所以很多事不能说，是吧？好，那他问剧本的问题，对，第一个问题是剧本，他说你这样子对你做了多久，他可能还想多知道一点前面剧本的过程。Okay. 我其实拍这个片子感觉还蛮奇妙的，就是刚刚说是2008年开始，我们从一个编剧，然后谈到一个影像，然后从那个影像慢慢出发，然后走到这个结尾。那我们拍的过程非常非常快。就是那我们排31天，后来大概18天就拍完。那这个感觉的话，就是有时候拍片这个东西，你不知不觉你已经准备了好久。那所以，我再回过头看看自己曾经写的东西，我发现，我连续这个主题我自己写了超过快10年了。然后所以这一刻好像只是你把那个门打开，然后那个电影自己跑出来。所以你问我多久，其实我真的很难讲。但实际操作的时间呢？2008年底开始写剧本，然后拍摄就是那样子的结束。后期很久，因为拍的很少。接着导演讲这个18天，就请摄影师讲一下这个18天这么短的工作期。然后我们看到这电影有非常多的，因为找到了场景或是设计的关系，是非常狭小的那个空间，包括他的家，包括那个卫生工作的地方，或是其他人的家。其实都是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间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有没有遇到很多困难要跟导演的合作？问你啊。用开可以直接讲。主题目是18天还是说？都讲吧，就是你18天你也要讲，然后这个这样子的环境的拍摄。就是主要是。我觉得这片可能不太一样的，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灯。那不打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看了他们的住的地方，其实都很小，然后很小，他可能晚上他只有开一颗那种5瓦或者10瓦的那种灯泡，因为他们都很省，他们赚的钱很少，他们就省吃俭用。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打太多灯，有点太浪费。然后那时候拍的时候就。有心里面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你只要给我一点光，我们就可以工作。所以主要是因为去体认到他们的生活。那因为没打灯，所以我们可能拍摄速度也比较快。对，然后那个房子很小啊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360度拍，所以就不用在那边移位置啊什么。大概是这样。当然，那个演员他们那个表演都很好。等一下再让他讲，来观众。那个就不用话筒。没有，因为后面的观众会听不到你的问题。好，那个很巧，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然后就是看到这片子还是非常亲切，因为毕竟是自己那边发生的事情。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导演，就是说在片子里面的话，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。而且他们讲的话都是不同的方言，就比如说我留意到说那个修车的那个被骗的那个修车的工人，他应该是河南人吧，就是他讲的是河南的方言，就是我不知道导演在具体编剧的话，就是针对这些不同方言，因为不同的方言代表不同地方的人，然后不同地方的人在大陆来讲又给他们定义上了不同的标签，就是我不知道导演在创作的时候这些方言是导演自己去想的、自己去设计的，还是说由大陆那边来设定的？就是这个修车是不是真的？就是那个车厂不是他，所以我并没有，其实没有设计他。然后他那个警察不是拉那个大门进来，对对对。然后他被吓到，他是真的被吓到。他说他不认识他，因为他开车去修的是磁片，不是那个。所以他就完全不认识。好，那个我再接着提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里面秦海璐他应该是阜阳人，但是他在拉票的时候，他并不会讲阜阳话，我觉得这是不是本片的一个？他不是阜阳人，
哦，对，我知道，但是他在戏里面的角色，他应该是一个阜阳人。就是说，他在戏里面的角色，既然是一个阜阳人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拍戏的时候，他应该去学说一下阜阳话，因为他在卖票的话，如果说是两个老乡之间讲话的话，会更加的亲切。就是因为，我看这片的时候，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触，就是说很多，就是片子里面的很多细节，可能台湾的观众不是很清楚。就比如说中国大陆每年这个火车站回家的人都非常多，票也很难买，这在台湾应该是不可想象的。而且说台湾也不一定好买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四月去垦丁的话，车上都没有座位。那个就是说，就是像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现实的情况，就是说中国大陆是比较大的地方，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差别比较大。所以说我想这也是应该说是看这个片可能会，我当时就想到的说台湾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小了，就是对对，就是应该去更多的去了解一下不同地方的一些状况。谢谢，我们会加油。欢迎欢迎欢迎。我也知道秦海璐是阜阳人了，然后但那个时候会选他是因为他身上散发一种气质，然后那个东西我很喜欢，我就是在里面挖掘可以有不少东西这样。那所以我也没有去，因为让他刻意去讲几句阜阳话，那个反而觉得我们很刻意，那就干脆让他放松。因为其实在大陆留来留去的人非常多，他可能在深圳待久了，他学一个什么腔，在北方待久了变成一个什么腔，其实都有可能。我觉得那个人物要有自然，我觉得那个是第一优先的考虑。那所以我就没有去调整他这个，但是其他有一些对白比较少，那些都有调整。像那个谁小月，小月他讲的就是他就有把它改成安徽话，对。然后那个谢琴那边，他中间也夹杂了不少那个阜阳那边的腔调，调上来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留时间给你。其他的人啊，来，还有其他的观众有没有问题？我先看到了那个妞妞小姐，让她问吧。对，我刚刚看电影，我也觉得好像安徽话太少了，安徽话好像也太少了这样子。所以，对，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阜阳话应该要，阜阳人的阜阳话是不是普通话讲太多了？这个是我的问题。那是一样的问题，对，就一样的问题啊，对啊，我说。但导演刚已经回答了，啊。对，但是我认为就不是。我身为一个台湾的观众，我也觉得说是大家的普通话的。是，好，导演刚已经回答了。其实有时候拍片是这样，我们看好莱坞电影，连拍日本人都全部讲英文，所以大家还是看。所以，有的时候电影的创作是这样子，可能就是顺应他的表演或是一个导演想要维持的一个形式，所以刚刚回答了。好，来，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他先再给你。好，来，麦克风前面。你不是要问安徽话的哈？我想请问《深白色》就是主题曲非常好听，会发行吗？两位也顺便讲一下跟导演合作这个电影配乐的一个经过，好吧？但是啊，我其实刚好想回答一个，我可以啊，可以讲一下我的想法，因为其实就是安徽话这件事情，没有，我是说真的，因为我们就是从头开始参与，其实有感受到一些导演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。在最刚开始的时候，邓导就跟我们提过一件事情，就是希望我不要因为这是一个大陆电影，然后刻意用了很多二胡啊、胡筝啊、乐器啊什么下去。他希望甚至片头出来的时候，你给我一点纽约街头萧瑟的感觉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导演希望把这个东西抽离。就虽然这是一个大陆的故事，那基本上他希望去表达的是更里面的东西，就是当你抽离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人的心里面是什么。所以里面很多事情是在讲人的心情啊，人的一些举动，对一些事情的反应。所以其实当时在请我做配乐的时候，邓导就特意讲了这一点，
所以我后来其实当然看到片子里面的安徽话、啊、什么就是比较少啊，那些呢，我反而觉得那个可能是导演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潜意识，应该不会是故意，但是潜意识里面可能会想要去制造一点那样的氛围吧，我觉得可能有一点那种感觉。好，那你的问题会发现会发现，对，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去做。是，这次其实我其实很荣幸，就是因为我替任导做了广告配乐，但是这是第一次，就是生平第一次做电影配乐，那也很就是我觉得很荣幸啊，第一次就跟到这么棒的导演，然后拍到这么好的电影，然后又跟就是很厉害的杜笃之大哥这样子，就是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样，然后而且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电影。它特别在于说，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很安静的电影，所以我的配乐就是，其实做音乐的人都会很想要这里的家那里的家，可是其实以这个电影来讲，应该是要保持它一个很战静、很宁静的心情的一个氛围，所以在这个上面的拿捏是反而是当时比较辛苦的一个地方。对，那个主题曲反而是最快完成的。那个电脑跟我提这件事之后，我第一个在用就是主题曲。然后我们第一天就做了一个 demo， 我上班的时候自己弹钢琴唱了一个 demo 几句，然后邓导就说好，就这样，就连歌词也说好。反而是后面啊，什么钢琴那些东西磨很久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邓导这个东西，这个情节其实在心里面磨很久。邓导那时候就跟我讲说，其实这是他本人的一个故事。这个等一下邓导的时间的话，我再请邓导跟各位解释。那我觉得就是人放在心里面很久的东西，你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，其实它真的会很自然的出来，就像邓导刚讲的一样。像我们之前有一首歌是写了八年，然后因为不知道干嘛，所以就没有发行。等到有一天突然想要弄的时候，就很快把它弄出来。所以当邓导很完整的把他的概念啊或者一些脚本什么给我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蛮快就知道邓导想要表达那个什么。所以当时主题曲其实真的蛮快，大概两三天就能出来。好，麦克风。大家好，导演想请问一下，就是片中很多很优秀的女演员，阿姨们都演得非常的好。我很好奇的是，她们都是科班出身，有认真去选的，还是说？真的是路上的阿姨素人这样子找来演的，谢谢。好，那些演阿姨都是科班出身的，都是阿姨科班，就真的是阿姨啊。特别介绍几个吧，尤其是像科班的阿姨，对，特别介绍一下，比如说这个戏份最多的这位阿姨，对对对，唐群他是电视演员，他是电视演员，琼瑶，不是。我不知道他演什么。是。最后一幕有一个，就是把一个红色的东西，希望他送给杜雅、然后他拿着手拍你，那个也是科班出身阿姨。那个是我公司的阿姨。公司的阿姨。好，我们刚刚在后面字幕看到有很多的特别客串的这些阿姨。那都是真的阿姨。所以是，就是像从公司还有到处找来的。其实我住的地方那边有一个介绍所，然后里面有一大堆阿姨，跟他相处一年了，然后跟他弄得很熟，他也不会怕，然后大家非常容易沟通，然后他们也不会弄完一年之后他也不会怕生气，然后就很开心的玩。所以就最后那个车上那些阿姨，大部分对都是真的。所以你叫他们吵架，你就赶快吵架。他们真的想吵。好，来，还有没有其他的观众问你？中间。导演你好，我想看了你的片子，大家应该还是会把焦点放在你跟中国大陆的合作上面，所以我的疑问是，因为刚刚又看到有那个中国大陆的观众，所以希望不会冒犯到对方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中国大陆拍片有很多严格的审查制度，还有很多题目是不可以放。是。然后所以比如说大陆听说嘛，穿越时空不能拍，国共战争不要拍等等等。那请问您的故事里面，如果说以创作来讲故事是这么重要的话，但是您有没有因为为了要通过某些审查制度而牺牲掉的地方，就是原本您想放后来没有办法放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我的疑问是说，请问您的这部片因为跟民工有关系，
那我们都知道民工是中国大陆社会里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这个片可以在中国大陆播放吗？谢谢。应该可以，他已经在上海电影节得奖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来，我们这个题材，因为就审查都没问题了。但是他一直说，老实说，就说你有没有原来当初设定的一些东西，为了审查有做过一些删减或是改变，或是被，其实没有，其实都没有，其实没有。OK， 所以这个方面这一次的就审查的时候就一个字没有过，就是那个狗哥进到那个 KTV 里面，然后那个曹丽问他说：“哎，刚刚那个客人怎样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那个傻逼在吐，那个逼被删掉就没了。”所以你这个案子其实没有。讲到这里，你要不要讲一下？虽然你在里面都没讲话，可是你跟这么多大陆的优秀的演员合作，不管是职业演员，或是导演说的专业的阿姨，非职业演员，要不要讲一下你身处在其中唯一的台湾演员跟他们合作的感觉？不会啊，因为我平常就在上海工作，对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一次是第一次看。之前有好几次看，我都不太敢看。是，然后就第一次坐在这里，不知道。我觉得那种回家的感觉，可能对外出门在外的那种冲击会更大一些。对吧？平常跟邓导也都常常混在一起，所以没什么。你也是工作人员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是工作人员。对，所以倒还好。但导戏就是说他不会刻意要做什么啦，对吧？他就看你的个性，然后再去调整一下，所以你就演自己啊。他叫你不要讲话就不要讲话，就这样。所以还蛮好。所以那个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麦当劳真的啦，是真的。所以从那个时候留长了，对对对对，怎么样？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折磨你了。好，来，还有没有其他的观众有疑问？你要举高一点，不然我不一定看得到。这是前面的灯很亮。还有没有观众有问题？好，这边，然后这边。导演，我想请问，你有没有特别希望哪一群人来看这个电影，或者是你一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有没有特别想对某一群人说这个故事？那你有没有希望他们看完会产生什么，得到什么，或者产生什么东西？那第二个问题是，很多导演都会把自己的故事放在电影里面，那你的电影里面有没有哪些部分是你自己的经验，或是好两个问题，两个啦。第一个问题没有，第二个问题没有。没有，我拍片的人好像是一定会藏一些东西在里面的。那我自己的乡愁、我的思念什么，其实都有一些放在里面。那我觉得那个应该对啊，那个是好像是我很私人的东西。嗯，我有一个东西在，我又把我小孩放在里面，就那个手机上面的小孩说，手机。但是他有说啊，有没有你拍完这个片，有没有很特别希望什么观众，什么样的观众，或是抱着，我是观众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看？我其实拍的时候都没有想这个，那我觉得我心里面真的有什么感觉，我会就会这么说。那我觉得我也不能先去设想说他到底会卖多少钱给谁看，什么阶层，什么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想，因为我不是那种我能够想这个又会拍片的人，不是。好，来，刚刚这边还有一位观众，想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。导演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其实这是一部大陆的，就是故事是讲大陆的故事嘛。但是它整个班底是，就很多台湾电影的工作人员，甚至有很多新电影的，像杜笃之啊、廖先生老师在里面。那我想说，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会促成这样双方的合作？然后甚至有一些技巧很有新电影的感觉，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熟悉，虽然他讲的是一个大陆的故事这样。那我想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机缘会促成这种合作？谢谢。这真的纯粹是机缘，因为这几年我都住在上海比较多时间，那现在看到这些人呢，就是在我身边的一些人，然后
后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事，然后在这些事里面累积了一些情感。那我想说一个回家的故事，然后这些人就很自然而然就变成回家这件事情里面的一些元素。这样，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发生的，还蛮自然的。我并没有说一定要去拍大陆的民工阶层，我去描述他们的生活，并没有，就他们就在我身边。这样，那当然也很非常谢谢什么侯导啊、廖闪啊、什么杜子啊、什么这些人，他们一直帮我。然后其实还有更多的一直在身边的维持者，一下不行的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所以我们的 Q&A 就要在这边暂时结束。